六九哥，我是你河南焦作青羊的老乡，什么意思？老乡，我是五十，河南六九哥是老什么？六九哥，你知道青羊永威吗？我操，我妹妹居然能上学！兄弟们，教六九教教兄弟们河南话。老乡，真不赖，真不赖就是真不错的意思，中，真不赖，真不赖，可带劲儿，可带劲儿，可带劲儿。那没，带劲儿带劲儿，真带劲，可带劲儿。说句焦作话可以吗？烤嫩麻，嫩麻，我是嫩爹，说错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骂错了，说错了说错了，不是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不是我说错了，我是嫩爹，可以吧？我嫩爹，真别举报我，你们举报我现在就下播，真的，你们要举报我，我现在自己下播，真的，真别举报，你们要举报我自己下播了。你举报我说实话，我们之间的信任就没有了，是你们让我说的。笑你字长得真不赖，真不赖，真不孬。不是谁举报我，你们再说要举报我，真的下播，真的，我现在就给你们施压力，好吧？谁说要举报我，我就直接下播，都给我跪下！六九哥，你知道温县吗？我肯定知道呀，就在庆阳旁边。是吧？我那天刷抖音刷到了河南老乡。说实话，我能起来了吗？前几天我刚和那位男人吃了个饭。那位男人不能细说。那位男人长相变化大吗？没变，没变过，还是那样。他他妈会双斧上线。我操！你怎么不拉扯？好起来了，哇，这个头非常关键，兄弟们，这个头直接，这是我的救命稻草，真的真的，这个头真的是我的救命稻草。无所谓，我只要狂风出来就行，给你杀一次无所谓的。在装什么？搞什么？这样奥运我？
收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还没耍呢，刚刚有戏。怎么了？充电一下还可以吧，兄弟们。虽然前面炸裂了，但是我还是伤害第一。说我路线感觉比后边的狠点，说句心里话，他路线跟我学的。